Maxwell 再次獲得最佳服務零售商組別獎，贏得業界的專業肯定，公司和前線團隊都感到非常榮幸和鼓舞。神秘顧客計劃為了優質顧客服務制定了客觀的指標，多年來同業的參與使到業內的從業員潛移默化地提高了優質顧客服務的意識，不單止對我們的顧客提供優質服務和愉快購物體驗作出一個肯定和承諾，亦都推動了公司上下培養優質服務的文化。透過這個計劃，管理層亦都有效掌握前線員工的表現，將店鋪的形象和服務全面提升。公司以用心聆聽、服務以誠為成功的座右銘，員工對於優質服務的理念都來自公司的培訓和日常工作裏面建立出來的，所以鼓勵員工對於工作上面產生一個熱情和歸屬感，令到同事在工作上面可以得到滿足感的話，就將優質服務帶給每一位客人了。